哈，你看我都这么高了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做一件新衣服呀？哦，不是，我都忘了。来，这件就是你的新衣服啊。哎，这一件可真好看。哎，我也长高了。我的新衣服呢？有啊，来，这个就是你的新衣服啊。妈妈，我也要。哎、这个给我吧。这个是给你哥哥的啊。嗯。来，这个就是你的新衣服啊。哇，谢谢妈妈，真好。上学才杀猪的呀。哎呀，好无聊啊，咱们玩一会儿游戏吧。不想玩，都玩腻了。真的，我听说狗隔壁王叔叔家能买的电视可好看了，那咱妈也买一台吧。咱们跟咱妈说。行。孩子们，吃饭了。妈妈，咱们。嗯？怎么了？想买个电视。想买啊？哦，听话不？听话。听话，咱们买啊。白菜两分八，面。别把这号上修炒菜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姐，你回来了。这件不错，这件吧。可以试穿哦。来穿一下。可以照一下镜子。这件衣服是不错，但是。这件围脖也不错。转过来让妈看看。哎呦，二姨真好看。围脖不行，围脖给你姐吧，这个围脖适合你姐。来，快，闺女戴戴。可以，挺好看的，真暖和。等会要再给我买一条啊！真好，真好，改革开放就是好。改革春风吹满地，春风吹满地，中国人民真争气，真争气，人民真争气。这个世界太繁华，好的都给猫当伴呀，骑斗龙，骑斗茶，骑斗龙的龙洞茶，记得那是2003年的。对啊，妈，你看都是肥肉。行，明天妈给你们做大馒头吃。哎，行。姐，一会儿打游戏不？哎，哥，打啥游戏啊？咱去看《海王》吧，是那个温子仁导演的。我啥游戏啊？都玩腻了。还有你们温子仁，他还导演《海王》了，不把他导成恐怖片都不错了。你看我最近在这个上面关注了一个 UP 主，叫野兔，你看那视频多好玩，你看。哎，真好玩。